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BD 解说三国杀国战啊！这个隔了几天我又来了啊！哎，希望我能充满电啊，也希望你们能充满电啊，帮我充满电啊，让我以后动力十足的做视频。不然有的时候就熄火了。最近呢还可以啊，状态还可以，不知道你们的状态怎么样啊？你们多来看看直播啊！对了，最近那个。老炮杯的身份局海选赛啊，也是如火如茶的进行啊，啊，茶叶的茶，然后那个每天七点啊都有这个海选赛啊，然后到九月份是正赛，十一是决赛，八月份这边是我这边的海选赛啊，你们可以过来看一看，海选赛可能水平不一定有那么高，但是可能会反映人世间百态啊。今天是国战视频，先看第一局啊，绝境二 v 四，来吧，这个主视角 ID 叫一半人生，选啥呢？随便选，反正我不喜欢，我喜欢张飞，我喜欢马腾，不喜欢你们，张和徐晃，三号位。回合开始，满血。其实现在魏国好像也有回合开始，啊，魏国本来就有回合开始。什么叫好像？好，这边装了一个藤甲不动。知己知彼，知之彼，貂蝉妹妹，准哥射貂蝉。吕布貂蝉，他血赚，看了脸，准备放箭。好，这边一个藤甲，一个八卦阵，他也要射，射吧。这艾丽随时跑路，反正射完就跑，不负责任。攻门之后，忠孝为先，能进能退，乃真正法器。作为男人呢，就不能不负责任。作为男人就不能说我不行。无中生有，无中生有。弓箭手，准备放箭。继续你的表演，大嘴巴，他那个别瞎闹，闹不闹的你，哎，你觉得这种人事上还能停吗？孝为先，不是每个人对吧？都像我，乐不思蜀，他是不会停的。看一眼，话多就看一眼。雷杀，下一刀。哦哦，就这样吧，不给，我是夏侯渊。有无懈，吃先吃为敬，吃饱饱，吃麻麻香。过河拆桥，过车桥，过河拆桥，过车桥。他不打六阵船，因为他并没有表现出六是什么，闪，所以这个可以理解吧？兵精粮足，如果你勇一点，你可以杀六。你不勇，当然你这样打也没什么，毕竟他没有明确表示出他是群雄。远进攻。你要替妾身做主啊！多管一件，爸也不是很亏。你的吕布呢？你的吕奉先呢？难道你喜欢董卓吗？那你就去凤仪亭吧。好，不亮。失礼了。不是你把珠子拿出来，都开团了，你珠子不要吗，兄弟？我和你们真是投缘呢。打好，宗师来了，翻了，投缘，投底。拿珠子呀，兄弟，不是这开团了，你不拿珠子，你搁这干啥呢？不要珠子是吧？行，你还等着别人决斗，你再拿珠子是吧？可以，好，邹氏打的郭嘉很难受，不能卖血。中生有，潘凤，潘神将，衡山派师叔莫大先生，雷杀，莫大先生决斗，好吗？没有，还有吗？没有就死。那郭嘉要死在小黑屋里了吗？郭嘉死于小黑屋，什么技能也发不出来。闪桃酒全给袁绍，强保袁绍。好，这跑了，你还不如逃跑呢，逃跑还智能托管出牌呢。完了呀，怎么办呢？面对四个来势汹汹的敌人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？能逼你吧，先放个南蛮，无懈可击，还不如无懈。截其援，停住！断其粮，贼杀秦也。闪！哦，兵不到别人了，好难受啊！大
大嘴巴还添堵了，大嘴巴也不亮，董卓顺手牵羊，这还有武器，这能翻，还有什么厉害的将，这估计是个厉害的将吧，什么什么黄莺莺孙尚香之类的吧、好，终于舍得亮了，戳他。觉得吧，打暗箭吧，我觉得暗箭不是位，你怕他是卖血的吗？我觉得他不是，但是因为他毕竟装了个藤甲，但是有可能是荀彧吗？其实说也不能说排除这种情况，打张合就打吧也行，毕竟这边捅不进去，主要是有个烂藤甲，就算不打张合也捅不进去。来，哎，真是荀彧被我说对了，二 v 四来了。要双呀，因为你要干他们。虚虎，无需废我，卖血还行。足哦，有个一点还行。杀身成人不负一点关键，如果没有一点，有可能人家是一点，只能打那个谁了，只能打自己的了吗？那不就尴尬了？这个一点很关键啊，闪电哇，偷两个桃子要翻盘了。赤马连上方万念。关键是也刷不了牌，你这桃先别着急吃，这个桃不要着急吃。我以为你要刷荀彧呢，突然发现荀彧有个藤甲，当然最终还是刷，但你最终刷的时候再吃不急。万一孔融死了，你不着急了，你就不着急吃桃了。假如说孔融死了，你桃有可能要存着什么的，保荀彧。好，由于偷到两个桃子，所以把孔融带走，然后前锋位崩死。然后再决斗带走，这里不能让田丰崩死啊，比较遗憾啊，说崩死就可以省点输出。好，再带走一个，这偷两个桃子是什么水平？兵粮寸断，想兵上这随行剑没必要挂，用兵之道变化。而且我觉得吧，你把那个 Q 点子杀扔了好不好？这是驱虎要小点，另一个你留个黑的不好吗？小学他为什么不让荀彧掉呢？怕卖血吗？我觉得这时候你不要考虑卖血的问题了，该打死，打不死你们必输。荀彧表示我一点都不慌，我就娶你，咋地吧？我相信我们队友有桃。人是铁，饭是钢。你不这个加一马得弄掉，你看你这个还是亏了。你之前挂那个刀就亏了，你张合，你那挂那个短刀就肯定是亏了，对吧？饿死他，饿死他，饿死他，完了再把他饿死。这个桃就很关键，一定要保他。你这时候只能赌，赌他死。不敢。没杀。然后他强行救。兵势力倒，他在想，我要不救你，是不是就杀我？我就亏了。他只有一张牌，他戳不了。虎伤敌，反正是救了。好，这回有酒。杀身成人，不负还恩。要不然死了，死了可就要输，一打二可不行。好，拆桥，杀，终于把加一马弄了，直接杀李行馆，然后冰住，又，但是这李剑还有可能死的，武他不敢李剑去，他刚才就不敢，他怂了，他害怕了，敢吗？我卖血，好，敢。不会死了吧？哇，还有桃，可以。杀身成人不负还恩。可以啊，一血藏个桃，你的劲儿能呢？咋不用？羡慕吧。他被冰了，他又个鸟。借刀杀人。他不是被冰了吗？他能横征吗？啊？乐不思蜀。不，你可真有意思啊！我三步之内取你小命。大哥，你这排序啊，行啊。注意点，注意点，注意点，没一点用，确实没用。被冰了能有用吗？无需废话。被冰谁有用？一兵一卒。好，二打四，关键点在于偷两个桃，再加上徐晃这把确实很关键。水无常形。群友很气啊，特别气，气不气啊？气就扣个666。再看第二局，叫做铁锁输出狡诈的评论区。狡诈的评论区还行。主视角叫做千岛之烟雨，黄月英姜维吧。黄月英姜维。这个
个叫做这个徒弟媳妇儿不在家，简称弟媳组合。一号位要不要选择手亮啊？反正可以，也可以不亮。好，直接亮了，可以，没毛病。这刀不要，顺手知己知彼要。看吧，先挂刀呀！你先挂刀，这是很非常不好的习惯。哎呦，坏了，康坚来了，不好，大事不好。哦，顺不打不进，但这个不能说明什么，他毕竟不敢反抗，反抗要被干。是我也不反抗，我不是鼠，我也不反抗，这不能说明什么。但是他毕竟没打不进，所以他如果不亮，你暂时别打他。毕竟而且他还剩八号位，打其他人。哎，你甚至可以开个桃园。感觉开桃园吧，下家对吧，捉奸的，上家对吧，疑似，其他就一个人掉血，开吗？我觉得真的可以开，开，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，你别厚颜无耻了，马上就干你，这为什么不开呢？我真的觉得可以开啊，他说不行吗？不开，好，针对的不是在座的各位啊，我针对的是奸夫淫妇，铁锁连环。他不知道，所以他就去连他。但是你虽然不知道，但是你要看黄云就没想打他，所以你要听从号令。反正打就打了，无所谓的，这并不关键。好，由于现在有 bug， 所以也不知道他说什么。有的朋友老说他说啥呢，我也不知道他说啥呢。反正有时候就有 bug， 有的人都说出来。好，死，一个鲁肃、周瑜，还能死什么？果然是自己，所以说嘛，还是要跟着队友的步伐继续砍。积血也只能砍你，大兄弟，这跟你积血没关系，你是鼠就认倒霉，这真怪不了人家，人家没有距离就只能砍你，认不认了吧，从了吧。有人说代码是表情啊，那有可能。这怎么能火攻中啊？人家亮个黑你就火攻不中，好，怎么还是没逃过一劫？是你是个屁，是庞统吗？你是鼠，你只能认倒霉。你又不是鼠，你还搁这嘴遁，遁什么遁？这个局就肯定杀你，杀完你再杀陆逊。哎，陆逊头上乐怎么没了？这黄莺莺顺了吗？何拆桥？怪。又小样，最后我还是没死，激流勇进，我敢到高位。所以说嘛，刚才那个桃园开了很赚的，开了诸葛亮回去，这也回去，那边那个人回去不关键。这拆，你为什么不先拆呢？没啥，那肯定先拆啊，这里看。谢天奔袭。摧枯拉朽，我呢再拿装备继续，不拿装备了，拿个闪，你拿个闪我告诉你，你也活不了，你就拿个装备拆他们得了，你不会觉得你拿个闪就能活吧？啊，为了夺那行，卸甲奔袭，摧枯拉朽，为了夺也可以理解啊，一样也行，为了夺也可以，哇，好爽啊，哎，竟然是这种东西，那补牌的话就很爽了。其实刚才拿装备也能爽，拿那个扇子，他拿扇子杀诸葛亮，杀姜维，杀姜维，姜维有先驱，而且姜维厉害。别怒，别，你这样打，长山赵子龙烟，赵子龙也。那你们没了吴国，你们交枪吧，全都是自己人，剩下关羽在此，再见吧。行了，看到这儿我不禁笑了，一个小绿娃娃，哎呦，好看吗？好看吗？赢了是吧，高兴是吧？舍子解装，原来如此，
丞相所教，铭记于心。看我一碗，助将军一臂之力。别立碗了，我就这么说吧，再让你斗十回合，别十回合，再让你斗三回合，你也赢不了，真的。今夜天下，我不是想瞧你大事。看第三句啊，做人要有梦想，万一实现了呢？有道理。我看上了一个邻家女孩，万一实现了呢？这个烂组词，别选，选组词我就不看，选沙漠科吧。对，选沙漠科没错，而且沙漠科庞统没毛病，比诸葛亮厉害。李典曹丕非常霸道的乃可全南蛮入侵，这个就很好判断谁是魏了，谁不是魏了。谁是魏不一定能判断出来，但是谁不是魏就很容易判断出来。大丈夫何惧小节，大丈夫何惧小大勇若怯，命教我护天下人，这牌也太牛了吧，教天下人负我前尘往事，这牌也太牛了。哦，就两个位，打吧，反正就两个位，都不是啥好鸟。我觉得你翻他好一点，但是他兵啊都翻行，可以。我最难受，狠人，狠人一个，全部是位反抗，没有一个配合的，随便看吧，反正都不是位。铁锁连环，雷杀。没杀还能没闪吗？威震慑敌，杀八呗，八就一张牌。南蛮入侵，他可能看见玄有个九杀，想让他打九杀吗？南蛮翻了沙漠科，他不知道是庞统，他又翻沙漠科。此罪莫再提起，我最难受。但是他一打沙漠科就涅槃了，白翻了。杀，真是白翻。凤雏岂能消亡？凤雏岂能消亡？但是你又不能不翻。你不翻万一九杀打不死呢，所以就很尴尬。他手里都是桃，他不愿意起色的。天下风乱，谁也不能置身事外。找个刀，天下风乱，谁也不能置身事外。只能砍一刀了，一律当降实惠。那就只能砍一刀了，都是防御牌，一个属性里属性吧。哎，不过这个局其实也不用着急打位，就两个位，回合开始。多牌子的，国号是吴国吧？嗯，果然是吴国，直接撸小队友，说不定就撸给队友了，是吧？是不是队友不知道，完了，魏国没造成什么伤害，要绿皮上车了。这一刀，前尘往事不给，莫再提起。大勇若怯，大智如教天下人父母，省行薄敛。吕范丢南蛮丢闪电，果然是绿皮车。吴凤孙尚孙尚乃拉过来，你敢杀吗？他好，我也好。九啊，九杀，九杀你可以尝试一下吧。短刀出鞘，九。如果不是九杀，你就不敢杀。闪，当然这边明闪，这就体现出身份局丁凤的厉害，带有无双。但他排序也错了，没有先过牌。非我之功，猜我是谁，暗示谁是谁。嗯，这里肯定想让绿皮死，因为暗将可能还有绿皮，闪，甚至还有可能有周泰。貂蝉邹氏，无中生有。貂蝉邹氏的话，顺手牵羊控吧，感觉还是要先杀绿皮，当然他有点想收荀攸感觉。别动，并没有受训用。先杀大奶，杀人先断奶。夫君，你要替妾身做主啊！反离间，反向离间。你说怎么这个体位啊？哟，哎，荀攸也很难受了。杀到身边，能杀死鲁肃吗？杀不死鲁肃，不是阴魂了吗？乐不思蜀，有乐还行，有乐压个血也还勉强可以接受。我开个远招，还有一气，
他觉得貂蝉帮他们，觉得沙摩诃没帮。沙摩诃没帮是因为当时是魏国，后面是不知道三个五。蛮王之勇，万你也可以当想实惠，让曹丕翻一手，翻了孙尚香，获得战功称号无下阿蒙。啊、哦，称二号是李何惧小节，他在偷摸之中获得了战功。闪，翻了大奶。天下纷乱，谁也不能置身事外。严鲁藏一手吧，严鲁要藏着，不能瞎露。这里不能奶孙尚香了，奶孙尚香可能被收尸。奶这个先出牌的吧，用这个吕范吧，先出牌。有可能撸貂蝉的，莫跟哥哥客气。先开代劳的话，你先撸好一点吧。你先开代劳就不好撸了，但是你非要撸，你看，哎，孙尚香，注意啊，孙尚香扔了一个代劳，一个桃，这已经很明示了，明示，看你看没看？蛮入侵，不是你搁这干啥呢？哈哈，我真的是无语。哎，不是，不管有没有桃，也不能开南蛮呀。都明示了，你撸就完了。我的是我的，你的还是我的。这真的是搞笑来的，点中点。翻过来，你真的是人才，我靠！雷杀，人才。藏巧于拙，以屈为伸。我服了，鲁肃你。爱兵如鲁肃一手把吴国打崩。鲁肃也不知道是哪国的。我也不知道你放南蛮干什么，你直接撸就完了，你搁那秀什么的秀，有什么好秀的？不让拆，最终还是拆了。顺手填羊，啊，桃子被顺，不过总比这个被顺了好，这个被顺他们有可能游戏结束了。雷杀，对吧？总比这个，你怎么杀自己人啊？这不是你们的人吗？你杀他干什么呀？但他好像不愿意杀八卦阵的样子。兵粮寸断。这个人好舒服啊，不会偷鸡吧？此时弹幕又该问了，偷什么？我和你们真是同源呢。盖了，再把它盖了。夫君，你要替妾身做主啊！但是问题有个疑点，刷牌死了吗？藏了一个桃，很骚。失礼了。破！兵粮寸断。这个八卦阵救命呀，这个八卦阵是真的救命啊，没有这个八卦阵人都没了。哎，没事儿，你们这帮人都一血收割，我跟你说。来，还有一个人，不过他不关键。这就是梦想吗？这就是两把刀的梦想吗？就两把刀，啥也没有，两把刀就够了。来，一，蛮王之勇，一律当享实惠。蛮王之勇，一律当享实惠。哎呦，三张杀，嗯，人王盾还可以换。无中生有，杀。就这，就三把刀，就两把刀就赢了。你肯定打不过他。我不是小瞧你，你什么武将你也打不过他。乐不思蜀，剩下的就看我。赢了。吕布双雄想偷鸡，被乱刀砍死。不惜水恶。尔等焉能全身而退？宝沙才是这个世界的顶流。下一局，下一局叫张合逆天翻盘，就是张合。看张合配什么？这个像看这个录这个录像看不了吗？看看下一局能不能看。啊，那个录像看不了，那就下一局，下一局叫做稳赢的局，非要赌啊。主视角完颜帝叫醉笑星魂，张飞吧，张飞肯定要选，也是张飞肯定要选的，也张飞是这个非常厉害的主播三合之一吧，三强之一，知己知彼。
看了就打，你也不亮，那人家亮了干你，你反正亏先去。来去无踪，对吧？那你肯定亏啊，反正人家先去。雷杀，反杀，对吧？人家开 O E， 你还得倒霉，不知道你图什么？这种人就傻，你看见不一伙你就装一手呗。看，无中生有，行吧？该开不开？正好说你不开才好，我高兴。皇冠要干拆桥，狮子，狮子可以回去。请鞭吃我吧，无中生有。鞭吃我吧，且慢。杀，至少砍个两刀吧，对吧？火攻。左兹出来肯定人人喊打。聚则生，魂散；闪则去。没了。不过孙权好像状态挺好的，也没怎么削弱。代劳，他不想动，不动啊，使劲吧。啊，你还敢跳群？干他！病入膏肓，别出来了，不客气。大胆，大胆还藏不出来了，被华佗活捉。华佗说：“我就是华尔摩斯。”这里肯定是不会帮他们的，他并没有续报，得了放了，放就放了吧。毕竟张飞的话，反正杀也挺重要的。如果不是张飞的话，可以对吧？续一手。对于张飞来说，杀也很重要。冰上，冰就冰了，无所谓，反正烂群雄有个烂组词，寒冰掉，怕是大无。但是目前来说，这个环境下其实群雄也蛮多的。果然又出个群，双头，双头鹏，直接九杀。戴飞你，反正你不是群，是钢板，又是钢板，又是那个充电桩，给这个左慈充电的。然后去斗这个孙权。二张，本以为你是鲁肃。奈何你是两个老头子，给他一个面具，入侵，不敢给他联动啊！又一个开南蛮的吴国，他明摆着没杀，你开什么南蛮啊？他有杀，他那会儿就杀左慈了，他打左慈的时候就杀了一刀，又一个开南蛮，不喜欢开，我老喜欢开，开吧，白浪费桃子。替身做主啊！夫君切身做主啊，杀魂，你吴国的魂呢？你七个魂就没有吴国了吗？八个魂，我不相信。吴国的呢？百鬼众妹自负何太后。这也是个人才啊，将群何太后当南蛮入侵使用。看不懂了啊！你咋不上？来去无踪。又将群邹氏当万箭齐发使用，兄弟啊！来去无踪。你放南蛮入侵的时候我忍了，你放万箭齐发我真忍不了了。然后又将魏曹仁当桃园结义使用。过河拆桥。哎呀，没话说呀，兄弟呀，这个双雄和华佗，我感觉今天晚上都睡不好觉了呀。啊，跑路了，无脸见人，羞于见人。相随以逸待劳。这时候非常怕孙尚香是鲁肃，孙尚香如果是鲁肃的话就炸了。孙尚香如果不是鲁肃还有机会。是吧？孙尚香是鲁肃吧？不要是鲁肃，也不要是大乔，大乔也不行。没看过如何？不是怎么又放南蛮呀？怎么那么喜欢放？有什么好放的呀？你放南蛮，假如说孙尚香不是我说那些，他处理不了怎么办？那不是炸了吗？这点小伤算什么？真的是为了收人头丧心病狂。把自己人左慈还给杀了，真的是悲惨，就为了杀自己人左慈。
我跟你说，这里如果没有大乔，没有鲁肃，你不就炸了？有乐是吧？好，一会儿用天度制裁你。虽然说没有我说那几个，但这个也够呛，这个也有点受不了。找路笨，路笨，这也有点受不了。顺手牵羊，知道吗？嗯。国之大忌，慎。那你为什么要顺丈八呢？你不有装备吗？你先刷一刷呀，万一装备多了，你就不一定顺他了，有可能顺祝融呢。顺个南蛮也是好事，而且你还有可能来捡一马。嗯，所以说这排序都是错的，你肯定优先过牌。你看，我刚说完捡一马就来了。你不要，这都排序稀烂，稀巴烂。而且你杀谁呢？杀他为了戳？厉害！是吧？有这么贪吗？看我的厉害！我感觉这个没打好，反正打得挺烂，打得挺烂就可能遭致别人的天妒。好，弄死一个。啊？裸奔了，好，裸奔了，我看看啊，裸奔就裸奔吧，裸奔就会天妒啊，原来在此。好，他来个这波，意思是你看我祝融这波，南蛮入侵，战如雄虎，喜欢放南蛮是吧？喜驱命，喜欢放南蛮，南蛮入侵。居然给孙权，他说什么连弩吗？连弩你当时有刀给不了，还这波呢？这波，关键问题是你们就喜欢放南蛮吗？非要放南蛮，有什么好放的？不放这本营，我就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不放这个领土都死不了。有我无敌，有我无敌。好，开始互相宰。埋怨，互相催泪，本性露出啊！反正输了，你们记住，《三国杀》这个游戏，只要输了，肯定不是自己的原因，一定是别人的原因，对不对？我说的没错吧？不惜屈命，觉得合理的，在公屏打出合理，对吧？《三国杀》这个游戏就是，只要输了，就肯定不是我的错，肯定是别人的错。我哪有错呀？那必须别人的错。有我无敌，我不能有错。有我无敌，小齐，这点小伤算什么？闪电，两肋插刀啊！还没等到闪电，你们赢了局，非要看我如何灭你。其实确实稳赢，而且说实话，他也没必要着急打死他，他就扔牌。他不是手里一堆桃什么的，他把牌扔给二张，哎，反正这种局就不，我跟你说，这种局只要给我玩，就场上这三个乌龟给我玩，就不可能输，没有任何可能输，输的可能性是零。但是牛马就会输。好，咱们来下一局，下一局叫做零失误野心家啊，这位朋友说他没有失误，野心家获得胜利啊，咱们看一看到底有没有失误啊，这个 ID 就很难念，我也念不出来，算了吧。不骂他，挺好的，不用换了。咸鱼渴望翻身，何太后毒。不怪你，不该身有黄。会前面都是什么？九杀，雷公助我。我瞎说的，这盘录像我真没看过，我就胡说的，我只是感觉，这俩感觉对，没击中啊。还有啥？以成天之道，以治人之情。别读了，他不一定有距离。别看了，看你妹，有什么好看的？病去如抽丝。哎，你看啊，他看了他，没拆他，说明他是群。那莫怎么野呢？咱们看一看，看一看怎么野啊？怪只怪你任手牵羊，不该生有皇子。他说这个人是群，所以我要打这个人，没毛病。那肯定没毛病。给我翻过来！原来是这样啊！哎呀，太惨了！
也是运气不动如泰山不济啊，直接杀到一个曹丕，坏了，毒跑了。何拆桥，说实话不毒反而更好，无中生有，毒后面人有可能会救、啊、杀一刀啥也没有啊，坏了呀，曹丕肯定死了。你这九杀不是浪费吗？可敢挡我？神仙难救，神仙难救。你直接杀拆手牌不是死了吗？你用九杀吗？怎么他也这波？为什么这些人都喜欢说这波？他会自己摸牌吗？他不会。哇，全是神，怎么还有神啊？怎么还有这种妖怪呀、啊？关键是还有这种妖怪。群雄内讧，大耳是个前锋，但他一片他应该是没有什么灵魂。先一个周瑜，顺一下班顺，保八关阵。好，又跑一个。群雄怎么全被打跑了呀？咋回事？挑战雷木，有 bug， 聊天区有 bug， 对对对，怪不得呢。嗯。决斗，雷呢？雷周瑜，只能欺负周瑜了。周瑜最弱小了。再开一下，这手牌需要连弩啊，没有连弩怎么爆发呀？出招杀有啥用啊？乐不思蜀，爆发个鸟又被乐了。能不能天妒？不是这个智能托管为什么不智能啊？有的智能托管特别智能。有的智能托管特别强，好放出来。杀，谁能挡我？好，杀左慈。则生，够狠。我觉得杀左慈也没什么，挺正常的。四号你都野了还是什么？野了他也想杀左慈。哀求吧，神仙难救。你左慈可以射。神仙难救。所以说周瑜你很年轻。则生，周瑜你太年轻了。谁能挡我？好，反手一个火杀。他有个火杀，他故意的，他有个火杀，他故意的让贾诩去弄这个弄一下，然后再反手把贾诩弄掉。自负剑行，因为这个袁绍可以射嘛，所以说周瑜你就别想那么多，没人给你一火，你就自己一火。全都去死吧！太年轻了，右耳听风，左耳朵进右耳朵出，能行吗？肯定不行啊。看来要跟大嘴进行博弈了，能不能打过大嘴？感觉打不过，这是个前锋，没出来，出来被崩死，八卦阵也不怕。顺手天阳，顺手，让他顺吧，这里不让他顺是正确的，因为他很可能有无懈，不让顺你有可能试两张。让他顺了得了，顺到乐刃了。桃园结义，桃园不管，无懈，你看他有无懈吧，所以说你打无懈就亏了，这无懈很关键的。都去死吧！所以说这波还是不错的，这里他读出对面有无懈，所以没有打无懈。弓箭手，没错的。准备放箭。弓箭手准备放箭，继续忍。魂与化油，阴阳寸断，四方，对吧？他就是在等这些 buff， 杀，憋住，憋到最后一口气，争取能一波带走这个左慈啊。无懈可击，万变。错，我们的连弩来了，先代劳，很关键啊，还好难用啊，丈八不好用，别用了。因为这个牌都是有用的牌，拍不出去的。拆啥？没拆到闪啊！乐住，下回合再弄。万箭不放，他有闪。确实，主视角那个顺手没打无限的，其实是比较关键的。过河拆桥，拆掉。有没有群魂？好，好，好像群魂也不行。哎，是不是野心家不能用群魂呀？如果野心家不能用群魂，那他就是必死，对不对？
所以说这波操作确实还可以啊，最终还是吕布略胜一筹，左慈倒在了打工的路上啊。刚才那局是有一局是不能看，不能看就没办法了，不能看那就没办法了。那今天的录像就放到这儿吧，感谢大家收看啊，下次节目再见，拜拜。